旁边那个杯子吧，那个是。拜拜拜拜。黄金阵容，探险黄金阵容在这边。好，结束这一次8天7夜的大陆探险工厂拍摄之旅了。其实因为前几天想拍，但是都在工作，不好意思拍。然后现在最后一天才觉得说啊，好像可以拍的样子。好，准备回台湾了 ，Go Go Go， 耶、yeah.。抵达机场了，我要离开香港了。耶、yeah.。陈俊和生日礼物，花到我没钱。战车，我靠，我怒买。本来想说5天都不会花到钱，战车一天就花掉全部。我直接把我所有钱花掉，太感人了。8月25，陈俊和生日，太感人了。谢谢你的话，就是。下辈子吧，下辈子。It is a safety report, Mr. Jeremy. Seated with your seatbelt fastened until the seatbelt. 你要走哪？我想一下。这是谁啊？住人。哦，他卡住卡。卡。我被他上面好背了哦。我在你的背后。你要继续讲话。好，台湾中正国际机场，好了好了。我们回台湾了，耶耶耶！叫什么名字？在哪里？到23号，好，好 ，OK。我靠！叫什么名字？耶、yeah ！正式结束了，8天7夜。好 ，OK OK， 拜拜。OK， 回台北了，现在已经11:38了。我本来是要去环岛的，朋友都找了，但是因为这个案子实在是太不定了，本来就可能会拍到20几号这样，但是提早回来了，就觉得说啊，能参加几场就参加几场。薛姐明天陪我快闪一天花莲。哇，好啦好啦 ，OK， 今天就这样子了。我今天是先去宜兰啦，明天再搭车到花莲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结束啊。